Oh no. Lại. Nào lần sau. Lần sau有, lần sau有. Ồ, oh, 等一下. 等一下抓lần sau 比较多给你们啊. 安杰晚上好. Golden Key 晚上好. 安杰晚上好. 煎包的小杨森晚上好。曹威大哥晚上好，那我抓你看这只美还是不美，你看哇，这只美还是不美，自己看，外面卖800哦，我先抓美的给你看哦，对不对，外面卖800哦，在这来进来的朋友分享一下，感谢特地马卡塞阿里卡多，要不要蓝收的一号，要不要啊、流金的二号，好不好，等下我分享先啊，林浩不美我要这个问题哦，这个问题等一下我们
我们了解一下哦，不美丽药哦，兰州医药啊 ，OK OK OK。这个公仪来的，这是公仪来的，还没有吃哦，公仪的。阿美哈，大哥，阿美哈。好，等一下我分享一下啊。阿美哈，阿美哈。来进来的朋友，晚上好啊，阿美好啊，各位阿兄阿美好啊。母的有吗？你现在要找母的了啊？你之前讲母的怕会卡单，你现在要找母的了啊？其实我感觉啦，养鱼啦，公母都一样啦。坦白讲啊，养鱼公母都一样。只要你养到它的抵抗力恢复得差不多哦，公母都是一样。哇，台北大哥520什么是520啊？台北大哥什么是520？Ellie Lim 哦，台北大哥我老了哦，最近。这几年都没有怎么520啊，这几年都没有520啊，哎呀，有520的感觉，蛮不错一下的。我要做爸爸，哦，你要做爸爸，林浩这个不是爸爸，这个是做阿公了哦。如果你繁殖出来的话，你就是做阿公了。母鱼的话，我要找看哦，好像这只流金也是公鱼来的。来进来的朋友，帮忙塞一下，多隆塞一下，多里玛卡塞。雷兰带520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很久没有讲了。以前在追女孩子的时候就很多我爱你哦。现在很久没有我爱你这个词了。你看讲到我爱你，我的狗都在叫了。哎，怎么人数这样慢的狗力哦。今晚标了星期来哪里 ？OK OK， 谢谢你林鹏呀。林鹏呀，有很多难受了，有很多难受哦。等下我今晚抓多一点难受哦。Jackie 啦，晚上好。有很多难受了。对，肝只难受，这就是只难受。紫蓝兽，520是爱你哟、哦！喂，这一阵子这一次爱你哦，爱你哦，这个。这个词哦，我听到我毛都站起来了，我懒呢。每天群聊都有人爱你哦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台北吃饱了没有？爱你哦。啊，懒呢，这几天哦，加了啦。啊，公鱼，公鱼，公鱼，这只也是公的，两只都是公的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 fish。有流金，有很多人后台要流金哦，
各位大哥，后台要加刘金的朋友，不是我们不要拍给你们哦，真的很抱歉哦，有时候因为我们拍给你们，你们还要选吗？选到来那些鱼换水换来换去很麻烦哦，到时候我们怕鱼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就比较少会拍给客户哦，知道吗？不是我们不要做你们生意，我们很开心要做你们的生意，只是这种拍 V6 的东西哦，鱼一直换来换去哦，会有问题的，因为每个鱼缸每个池的水质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一换来换去，我们又怕等下你捡到的鱼多，人家拍给你了美美哦，多几天换了水过后它会有问题，我们也不好意思哦，所以我们都好建议大家来这边标比较好哦，因为毕竟标也是便宜，如果你是不要选的话，我们抓最美的给你啊，我们在池里面抓最美的给你，这样子就 OK， 这样子就很好做哦，选来选去鱼有问题也是不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客户以为我们不要做他生意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。这只兰州可以参加比赛的吗？这只兰州旗子有伤到一点点，你看真身完美的。然后这只兰州哦，不是这只刘金，这只兰州完美，这只兰州完美，你看它完美，全部都是完美哦。它后面两只 NGV 也是平平的，白白的。来好了没有？好了没有？我分享多一个 fishing 就可以了啊。因为我在等我孩子拿那个电脑出来哦。来自刘金红虎宫的真刚。鱼缸什么真缸虫缸鱼中间虫放了药可以放新鱼吗？哦，如果新鱼的话我不建议你在放药过后放新鱼，因为新鱼到你家那边哦，他们要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哦，如果你放在药里面哦，它会缺氧，会缺氧它的鳃会有白了过后它就会死掉了哦，那个不是鳃病，那个是缺氧，因为每一种药物对鱼都会缺氧的哦。你们要难受多我就做难受哦，要不要难受打一号，要标流经打二号哦，我看多人标的话，多人要难受我们就标难受多一点，因为坦白讲今天我也是太迟了，不好意思，刚才睡醒太迟了，因为还有一些东西要处理哦，睡醒的时候。一号全部要蓝兽，要蓝兽，这样子今晚我们抓蓝兽比较多一点哦，好不好？今晚我们做蓝兽比较多一点 ，OK 啊？要蓝兽我们就做蓝兽比较多一点啊 ，OK 啊？大家没有意见啊？全部都要蓝兽啊？啊，这要流金 ，OK？ 流金我们抓少一点，蓝兽抓多一点，好不好？
因为卖的价钱都是这个市场没有得比较的啦。来，这只蓝兽，蓝兽有两批啊，这一批会比较贵一点，啊，这一批会比较贵一点，这一批会比较贵一点啊，先讲啊，有一些比较 special 的，他们就会比较贵一点哦，不是我算你们贵啊，是中国那边来算我贵哦，但是我们讲贵的价钱都是比外面市场便宜一半啊，一半左右。最少比外面市场便宜一半左右。OK 啊，来，这个拿掉了。这样子的蓝豆，你在外面市场买最少500-800，对不对？来。今天看我们的价钱，这种蓝兽你外面买最少500吧，有无花有奶花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等一下看一下，这个底标比较高，等一下多一种比较便宜的，来多少钱我卖你们多少钱就对了。来158开车228带走。你外面买500-800一只，最便宜你外面买500-800，这个价钱是我能做到的范围里面哦。来228杆，这个价钱是我能做到的范围哦，必胜能做到的范围里面应该是没有一个商家可以做到哦。啊，我们可以做到的范围里面哦，应该是没有一个商家可以做到，可以跟我们这样子卖啊。这个鱼你外面买市场哦，都要整千块一只哦，整千块一只。我之前最 net 我可以抓到268，现在我可以抓到228，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是很好的事情哦。你们省了几十块，跟市场比较，你们省了几百块。之前这种蓝兽我可以抓到268，已经是最 net 了，现在抓到228更 net 哦。希望接下来会更便宜，不要超过200块。如果不要超过200块，应该是我的极限了，应该是我fishing的极限了。一只鱼能抓到不超过200块，应该是我的极限了。哦，来，我们先标掉这只牛精了，过后我们就换别的啊，就去抓蓝兽啊。OK 啊。先标掉这只 Betty Good 的流金先，自己看，啊，整身都是黑的 Bocalot 哦，身体是奶黄色，奶黄色，身体颜色是奶黄色。哇，又短，晚上好，吃饱了没有？身体是奶黄色啊，整个身体是奶黄色啊。OK， 等一下来。来啦，我拿一只跟你们fight啦。来，零元指标268带走，一只罢了啦。啊，今天流金我们标小一点，好不好？标少一点。来，零元指标268带走，倒数3秒一样。啊，海浪268，海浪怕人家，这只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。来，海浪大哥，这只我挑选出来了，刚才。这个鱼你们外面买都要超过500了，500应该找不到这种 quality 了，500块应该找不到这种 quality。因为等下放在第一排第二缸，第一排第二缸，第一排第二缸的鱼出到要完了吗？来，我去抓蓝兽啊！来，放后面去。
第一排第二杠。你看这些花兽的品质很好哦，你们看体型再看头流，这些花兽的品质很好哦，看体型再看头流。小尾巴，哦，这些花兽，看到吗？哦，你们自己看啊，这个我能做到最耐的，因为这批鱼比较高级，这批鱼是外面卖688的鱼，哦，外面卖688的鱼，那有啊，蓝兽志伟大哥，现在做蓝兽给你啊，外面卖688的鱼啊，自己看啊。来，蹦哥晚上好，小怪晚上好。明天早上好，你看几点哦？看我有没有空哦？等一下啊，来。这个是我能做的范围里面的啊。来，98开着，138那种。我能做的范围里面的啊，98、138开着，应该没有人可以比了啦，哦。这个价钱应该没有人可以比了。来，倒数三秒，98，来138，师妹，外面买一只300、200，啊，甚至有的卖600，都有。养起来是金上品的啊，自己看啊，你们看它的体型，看它头流啊，这种的形状养起来是金上品的啊。来，恭喜孙明那个。看一下。包你满意的啦，林浩，这个养起来全部大力的头流的，大力的头流，你看清楚，养起来全部大力的头流的。干了多了呗，头流多了呗，多了呗。顺便那个晚上来98、138来走。最耐的了，你再我便宜，我再不能便宜了，没有办法便宜了，因为这个精品的蓝兽没有办法便宜了。来137，来倒数三秒，来138，来恭喜 CY 蛋 Boxie 大哥，137是成立哦，可是人家打138，你就要让别人了哦，安干啊。阿伯先差一块不了，俺们干。马元佑大哥，晚上好。你看到吗？
全部都是可以的哦。啊，你们拿回去养好好它、啊，养好好它、啊。来，98138带走。这些养起来会让你们惊喜的啊！四寸多，四寸多，大哥，香啊啊，香喷香，四四寸多。来，西班牙，四寸多。你看我没有收的，我都是做美美的给你们的，我没有收的，你看到吗？这样的鱼哦，这种颜色最少可以卖到400-500，看到吗？先看到吗？这样的 quality 最少可以卖到400-500，单单它的颜色都赢人家整条街了，看到吗？单单颜色都赢人家整条街了。来，98开车，137带走。单单颜色都赢人家整条街了，看到吗？全部娃娃脸的，紫瘦啊，紫瘦的，让我找看还有没有。来137，来 EDO 大哥137。EDO 大哥先拿 ，EDO 大哥先拿，其他朋友慢点啊 ，EDO 大哥先拿，来137。啊，这只应该是母鱼，这只应该是母鱼，应该是母鱼罢了，应该是罢了，应该是母鱼罢了。老板有没有其他蓝鲳？好像紫蓝鲳那只的，等一下帮你找看啊，等一下帮你找看啊，大哥慢慢来啊。来98138带走。这样子不清楚啊！阿兄已经很清楚了，还不清楚啊？阿内哥，你改了大兵呀？哎，大兵呀，很清楚嘞，这边。我看我的电话也是很清楚嘞，你看，西北清楚嘞。你看，你出去另外进来看，可能你电话的网线的问题，很清楚嘞。你看我电话，很清楚嘞。来，我再去找多几只美的给你们啊。黑蓝兽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看他有没有掺到黑蓝兽给我们。那紫蓝兽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真的很贵啊，这个比较贵啊，自己看啊。看到吗 ？OK 啊，紫蓝兽啊。
来八八开车，二三八带走。这个还有多一条吧了，好像还有多一条吧了，等下我去找看，好像还有多一条吧了，没有了。这个紫蓝兽，哎，这个还没有吃东西啊，你们拿去养肥，很美的啊，很美的，这个鱼很美的，很美的，非常美啊，来 BMC 大哥，这个鱼你们养几天就很美了啊，你不用讲拌到它够力够力啊，你普通给它吃了几天就很美了。不金，你还要limit金吗？这一批limit金来200多块哦，不金。百红泰国蓝兽还有吗？哦，你要那种蓝，泰国蓝兽，泰国蓝兽还有，泰国蓝兽还有。那这个也是泰国的吗？这个阿巴这也是泰国的哦。泰国的不贵，泰国的比较便宜，泰国的不贵。那你要泰国的来，我给你看。那这个泰国的，这个就很大只哦。5寸多厘米英吉了呗，哎，你厘米英吉了呗，这个5寸多，这个泰国的，要红白的那一只，红白的呢有没有？我的缸里面有红白的，让我看一下啊，这个泰国的，来98138，泰国的，很大只，你看这个是。猪头的啊，这个头很大力的啊，猪头的，你看啊，它的下巴那么厚哦，看到吗？它的下巴很厚了哦。来 ，C， 这只很美，真的很美，这只养起来非常美。这个好像只有一只吧了，红白的呢？啊，我知道你讲的那一只吧了，那一只，来给你看一下。我知道你讲哪一只，这个一只吧了，这个是上一批要邮寄的时候它有受伤，我们就没有邮寄。这一只哦，上一次要邮寄的时候，其实这只是有客户买了的。啊，这只你看它的脸黑，这边会掉的啊，就是那一天要它有受伤，我们没有邮寄哦，所以跟客户 cancel 掉哦。你看到吗？它这边有受伤哦，现在黑黑，它就是要掉要好了的。来，一只吧。零开车158。哦，标不上158也不用紧，来便宜这个我们188 188 218的啊，来，标不上也不用紧，零元开车158。现在他的伤口好了，伤口黑，他多两天他就掉到完了，他的黑色，他的嘴巴的那边的黑色多两天就掉到完了，看到吗？这个5寸半哦，好像是5寸半哦，5寸半6寸哦，来 headscap， 哎 headscap 慢了，来80倒数3秒。啊，新一批这个没有了，新一批这个没有了，新的一批这个没有，新的一批的蓝兽有这样子的有，那个猪头的你看到吗？那个有，看到吗？后面有的你看啊，那个浅红的，等下我抓来给你看，来98，这个剩一只吧，这一批来不够卖啊，真的不够卖，全部养到很美，真的不够卖这批。limit game 啥的，等下我去抓 limit game 哦。来108，我们抓到的价钱哦，同样的 quality 哦，没有一个商家能跟我们比。来118，泰斯啊，泰斯你要等 CIP 哦，泰斯剩不多罢了，我泰斯是来138。
来，恭喜幺三八 HK， 一只罢了啦，你要也没有了这个。一只我便宜卖了，那一天鱼料星期一出来，鱼料现在在关口，星期一到，关口那边不给出啊，没有办法。那这个新的一批的，啊，看它跑到哪里去了。那这个新的一批的蓝松，鱼料星期一到，星期一半夜到，星期一半夜到，啊，关口那边已经恐慌了，星期一他们可以出来了。在泰国关头两天了，鱼料已经，不止两天了，三天了，在泰国关头三天了。那这个新的一批的很美的鱼，外面一只200多块，最便宜你外面找到一只200多块，这个泰国的。来98138那种啊，本来这个158的138啦，138就可以了。这只公鱼，这只公鱼这个很比较大只哦。哎，这个我本来卖158的哦，今晚爽爽了，来138。你们要等一下去抓到几只哦，这一批鱼真的很美，等一下抓到几只来你们看就懂了哦，真的很美，这一批鱼真的很美，真的很美。我们去抓一只李明金给阿姑 Kim 哦。那个 game， 黎明 game， 他的妻子有伤啊，你们等他自己身回啊。哦，他的妻子有伤啊，你们等他自己身回。美不美？个 game， 帅不帅？他的颜色你要找都没有了，这种鱼，这种鱼的颜色你要找都没有。哎呀，帅不帅？没有办法，这比李明金的价钱高哦。我来本200出块哦。来198开车，258带走。我来本200出块哦，我给你198开车，258带走。来倒数3秒。来 SC。SC 先 SC 今天才来拿鱼罢了SC 你不是讲你的鱼缸满了啊啊，刚才我刚刚睡醒，我看到 SC 来拿鱼，哎呦有刘静，有刘静 Very good 啊，美女，他们要蓝瘦啊，他们今晚要蓝瘦啊，他们要求要蓝瘦，有刘静他们要蓝瘦啊，没有办法，先不要蓝瘦先。真的美，这其实会养鱼的人哦，看到这样的颜色哦，都会买的，都会心动的，因为这种颜色哦很难找，你有钱叫人家买给你也没有啊。那这个泰国来的，你们看美还是不美？
啊，这个泰国来的，你看美还是不美？美美的。美不美？全部头大大的，身体高高的，这种鱼外面卖300多块，这种锅的地外面卖300多块。OK， 中国难受，等一下，志伟。来98138台主，140块都不用啊。最近很流行这种延伸的鱼哦，这种可以吃到很大力哦。来 Foxy 大哥，这种延伸的鱼最近卖到很贵哦。啊，你们拿去养两个星期到一个月，你们看它会很严的整理。来，谢谢你 Foxy 大哥，感谢。你再拍视频私聊，私聊会大肚子的嘞，哈哈哈哈。来，应该最后一只紫蓝臭了没有了？应该是最后一只紫蓝臭了没有了？Last one. 来198开车，238台总 ，last one， 最后一只 ，last 对个 ，last 对个，最近流行私聊，会不会大肚子？我没有办法再养孩子了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没有办法再养孩子了，我跟你讲啊，再养下去我要跑路了咯。来 ，SC 先啊。各位大哥 ，SC 238才到富啊，富 CF 大哥哦 ，SC 姐呢？不好意思啊。外面卖680一只，市价一只680，紫蓝臭。什么事情？李哥，还没代志，李哥，虾米代志？啊，这个比较贵的，这比较贵的，虽然它是贵，它贵在名场，贵在名场，但是我便宜卖你们，因为我看到它的 quality 跟我的那个是一样的，它的 quality 跟我的那个138是一样的，但是他讲这种鱼可吃到很大只哦。
来，能标得上的就标，不能标得上的一三八带走啊，一五八来，一五八，一五八。这个是潘氏总代理拿来给我的，哦，一五八。哎，这个价钱我是亏的哦，我坦白跟你们讲哦，这只我卖你们158，我还是亏的哦，我真的是亏的哦。你外面买这种鱼300多块，最便宜啊，最便宜要300多块啊，这种鱼最便宜都要300多块啊，我只拿3只罢了。哦，因为这个它来的蓝臭不多。你看，盘式。我的本钱170多块，这些鱼来本170多块，这只很美，我也扣多一点给你们，来98，168带走，本钱来170多块，我 steady 了，我拉长补短，这批鱼我拿另外一批鱼来关回去哦。拉长了，这种鱼外面卖600多、800多。来雷人带，一秒雷人带158吧，来 Foxy F 大哥，可以吗？啊，我拉长不短，拉长不短来卖你们，我不要卖高高的鱼的价钱，一只鱼能去到多少价位，我看我就懂了。来，还有一只，手抖了，手，那、啊、你看这只潘氏的红白，这只比较大只，这只应该有5寸了，潘氏的红白比较大只，红黑的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看有吗？潘氏的红白，看到吗？潘氏的尾巴，潘氏的红白，手太快啊！来来来，这只比较大只，这种鱼市面上买都是几百块的哦，市面上买都是几百块的。来，林野啊，98开车，168带走。翻式的四方头，四方头，这只可以养得很壮，这只可以养得很壮。来 ，SC， 翻式的四方头，我们标一只鎏金好不好？因为有很多人在等着鎏金哦。有人私聊我的电话，老板先出鎏金。好了，标一只鎏金啊！哇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，这个柳金。还有刚刚那些吗？来不多吧，来几只吧，大哥，因为我不敢拿太多，太贵了，价钱太高了。我来本170多块，差买运费了，我来本170多块，我才卖你们138、158、168罢了，真的是来本170多块哦，单也可以给你看的，来本真的170多块，那一只鱼本钱来168块，加买运费170多块，
这个鱼你们不用看了、啊、你们外面买一只整千块了，这个鱼，这个鱼你们不用看了、啊、外面买一只整千块。来，198开着，258带走。这种流金，这种锅的地，外面市场价一只整千块。来，海浪大哥，258，真的外面市价整千块。这个流金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你自己看它的体型都懂了了，看它体型，它的颜色哦，很特别的颜色，这批流金。全部的皮肤都有奶黄色的，啊，全部的皮肤都有奶黄色的。来，恭喜海浪大哥。来，我们去标。玩玩，小怪玩。哎，这个可以养到很大只啊，这个公鱼来的。来，98138带走。标了三只蓝梭，我们标一只流金哦，好不好？有你奶的颜色吗？我的奶的颜色没有。你刚好没有。来，西文大哥，这只是鸵鸟蛋，哦，这只是鸵鸟蛋型。我倒一罐水精灵下去哦，那些鱼会飞的。倒一罐水精灵下去，那些鱼会飞。老板，刘金汇钱给海浪标注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你们要叫海浪大哥留手了，你们要叫海浪大哥留手了。海浪大哥喜欢大大只的鱼的，你们要叫海浪大哥留手了。来，98138来走，你们要叫海浪大哥。留手，里面金滴答的，阿达，里面金阿达，阿达里面金阿达。来 ，Alex Wong。海浪大哥喜欢大大只的鱼，我看他买的鱼我就懂了。他喜欢那种好像流金这样子圆圆大大粒的，哦，他喜欢这样的鱼的，大大粒看了爽，看了他很 get， 对不对？很 get， 整粒很圆很 get， 有正宗 fish 啊，我没有繁殖，阿哥我没有繁殖，我只做买卖罢了。来啊，去抓啊！
两组换，换过来了，这只换这只，一只罢了。母鱼啊，先讲啊，这只母鱼来的，应该有六寸多七寸了。我拿面具了，被杜鹃去。母鱼来的啊，母鱼来的。在这里外面买过千块。海浪哪个手拿高高？一只罢了啊，各位阿兄啊，我便宜卖你们啊，外面最少卖千多块啊，这只啊，潘氏啊，潘氏啊，外面最少卖千多块啊，这只我卖你们便宜啊 ，OK， 杀多一个大家啊，杀多一个大家啊。不要生了啦哥，哥你每个月寄三千块给我，让我生了，我生了我帮你养，你拿钱你出钱我帮你养，一只罢了啊。太石头 ，OK， 等下我再去后面抓太石头。来倒数三秒，零烟开的588带走。外面千多块、两千多块、三千多块的鱼，我卖零烟起标588带走。全马最便宜的一只，你哪里找到没有找到这样便宜的鱼啊？母鱼来的，母鱼来的，来二十，阿哥，倒数三秒。来一有八纹身就那么，你哪里找都没有这样便宜了。来一八八宝兴，真的很大只啊！给你们抢到爽啊！哎，我这边有一点 jam 了哦，你们的数字太多了，你们的数字太多了。哇，你们的数字太多了。现在跑到哪里了？二三八。来看一下谁，250。来恭喜东福大哥，东福大哥250。你晚上睡觉都会笑啊，这只鱼。当你收到鱼的时候，你晚上睡觉你都会笑。人家买一两三千，你买一两百块。人家买一两三千，你买一两百块。Super Jumbo， 给你看一下啊！我用手抓给你看啊。太好了。人家买一两三千，你买一两三百。吼！阿那多假，包你收到鱼，你晚上睡觉都会笑，我没有骗你的，你剩大难翁啊，卖到这样便宜给你啊，还欠260万了。Thank you.
来，嚯，蓝呢，最后一次了啊，这个一样啊，盘式啊，最后一次了啊，这些鱼都是整千块的鱼啊，没有啦，奶花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看一下 ，Max， 太多难受了 ，Max， 等一下给我一点时间看一下，应该这只有六寸处。应该这个有六千处，阿哥你不要买了，阿哥你自己繁殖就可以了，阿哥你自己繁殖的鱼你都养到西北村了，你还要买我的鱼？哥自己繁殖就可以了，你家里那么多自己繁殖的鱼，对不对？零开车388带走，这只应该是公鱼，公鱼 ，Action Call， 公鱼，电光鱼你自己来拿，我送你，来15块，阿哥15块，来1280号，潘氏的啊，萨库拉啊，整身带晶片的萨库拉啊。来168来人的，来188，来228，来238，外面买整千块了，挂千块了，我没有骗你，这些鱼还没有喂食哦，喂食你看到你不能打喊了。这些鱼如果喂食看到你不能打喊，来248，268慢了咯 ，Haskell 你慢了咯，268慢了，248 Foxy F 的，哇，很大只啊，这只鱼真的很大只。真的很大只，恭喜你，恭喜大哥！包你满意啊，放心那个，西北多点。外面卖888，1288的鱼。一样潘氏萨库拉三色。最后一次啊，这个潘氏的萨库拉三色最后一次了，没有了。潘氏萨库拉三色，来静静给你们看。好，给你们看清楚先。来138开车，218带走。等孩子放假，你告孩子放假先，你们外面买哦，如果500块里面买得到哦，恭喜你。应该目前这种鱼马来西亚市场500块很难买到。来218，来恭喜林浩，
这种鱼马来西亚市场500块很难买到，500块很难买到，真的500块很难买到。哦，不是开玩笑了，这个我卖到这样便宜已经是 net 了，气到完了，气到我要穿那个底裤了。好了，卖一只流金啊，卖一只流金。没有，下个星期还是后个星期放下了。好像是下个星期还是后个星期放啊？放假了吗？后个星期放。后个星期放啊？放假了，我带我三个孩子去玩啊。李哥，对，后个星期放假了，放。后个星期是放一个星期罢了，不是、啊？没有啦，后个星期放假。后个星期放假放。放一个星期，啊，我带我三个孩子下去啊，因为放假我也是比较，本来我是下个星期下去了的，然后我们去找那个时间，找，看到哎放假，哎呀放假才去了，放假带我的孩子过去，顺便带他们去走走啊，太久没有出去玩了，啊，放一个星期假啊，顺便，对，放假，我下去放假，真的，我带三个孩子，带他们去走走。来198开车28来的，你看它真正奶黄色的哦，真正奶黄色的哦，我的灯光比较亮哦，不然你看它身体也是奶黄色的，真正奶黄色的，这个鱼真的是一级棒呢，很大只啊，六寸左右，海浪哥，人家要拿鞋丢你了，我跟你讲，海浪哥，人家要拿鞋丢你了，我跟你讲。要拿这些丢你了，等海浪哥睡觉，我们才标流金。哎呦，不能呐、啊，家里已经打包到你那边臭了了。你下来之后，我们去阿富盖那边哦，吃家里。你下来之后，我们去阿富盖那边吃那家里鱼。那在阿富盖那边有一档家里鱼很出名的。准备要拿鞋丢海浪了、哦。哎呦！
哎，你们钓得很快哦，你们钓三十只鱼哦。来啦，抓一只玫瑰金给你们了。金龙加叶鱼，强哥，你住在新加坡，你不懂的啦。强哥，你住在新加坡，你不懂的啦。在阿富盖那边里面呢，有一间加叶鱼很出名的。哎，以前我在阿富盖那边做工的呢。哦，以前我在阿富盖那边做工的，想打包给你，打到我去 KL 才下交货，才下马六甲，下到马六甲都第二天、第三天了喽。慢慢来嘛，不要紧张。妹，你有看到我家里有奶花没？来，九十八、一三八带走。我先抓最美的给你们嘛，你看，体型美美 ，Angel Fish 平平。对不对？我先抓最美的嘛，你看它的头，你看它的头，呼呼，你看它的头，有没有？吃饱可以爬楼梯啊，强哥，原来你也是高手哦。浪哥在南洋做工的。凯文我不懂嘞，哎，我在阿富盖一年半哦，我在阿富盖那边做工一年半哦，在那边卖沙爹，卖沙爹。我们那个年代在阿富盖哦，很够力哦。南洋哦，哇，南洋阿古金也认识南洋阿古金，古金原来你也知道南洋在哪里啊？来九十八，来 on 给你 on 九十八，我亏钱也给你，他们变我给你哦。当你收到鱼，你就知道美还是不美哦。他们就后悔，当你收到鱼的时候，九十八亏钱了，来恭喜 on。戴丽啊，他们不要标我，我让你九十八块，不用倒数。哪里南洋？我不懂啊，我不懂，你要问住在九号的朋友了。多，你要就问住在九号的朋友了。多谢，好的，谢谢你，一样谢谢你大哥。来九十八一三八来走。这种管理地没有人敢这样子卖的，这种管理地。来零号一三八。你们也吃水哦，吃水哦，死白水啊，也吃够硬够厚啊。那你们要的奶牛花，可以叫它奶牛，也可以叫它奶牛花，这只是真的奶牛来的啊，可以叫它奶牛，也可以叫它奶牛花，好不好？可以叫奶牛，也可以叫奶牛花。你看这样的鱼来，我们一直可以卖你两百，我们也可以卖，但是我不要，一样价钱。里面有掺到几只真正美到没有朋友的，我们同样价钱给你们，因为这个是你们的优惠啊，这个是给你们的优惠。OK， 等一下拿来 Jack， 等一下全部海浪飙到玩去，等海浪哥睡觉先哦。哎，他的黑会跑出来的 ，Max。哦，为什么会有奶牛的鱼？奶牛的鱼就是他的黑，会跟着气候会跑出来的。你外面买看有没有一百多块的这样的？
跟你讲，外面一只卖600-800，外面一只卖600-800这样的鱼。没有了啊，Fanny完了这个鱼。那这个鱼也是一样，你外面要买要买多少钱？反正奶牛好像没有了，一只罢了，真的一只罢了。没有掺那么多给我们的啦，渔场厉害的啦，他还会给我们几只这样的美美的卖哦。啊，一定会的，渔场很厉害的。来98138带走，来何吉林，何吉林这只也是公鱼来的啊，其实渔场掺酱的鱼给我们是要我们卖贵贵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给我们赚钱的，这样好吗？没有办法，你在标场看到，我在标场标鱼，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拿。哎，肥力这啊，这只留给你哦。我这样子讲，我等下给人家屌到够力够力哦。来，我们标最后一只奶花，我再去抓两只流金好啊。墨送，奶墨送，奶墨送，我又错过了。李明金吗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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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明金还有李明金吗 ？OK，OK， 等下顺便抓李明金来，来就是8138带走，顺便抓李明金给你。OK，OK，OK， 不好意思啊，不给，免得麻烦 ，sorry 啊。来 ，Peter， 本来这个星期我要跟你寄鱼的，我不能答案哦，不好意思啊 ，Peter， 这个星期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哦。我真的睡不够，我不能单。今天我刚才忙完回来，我快点跑去睡觉了，别打喊了。下个星期才帮你寄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这几天累到我，莫那个做爱都没有力啊。啊，莫变呐，莫变呐，还有88块的图没有？88块。哎呀，无聊呀！遐88块的，无聊呀！遐卖哪款的遐？土木金哦，黑的比较多，黑的比较多。那国金，多利啊，国金睡不睡？精心挑选给你的，它的红色哦，红到你没有朋友那一种红，你看啊。它的红色是红到你那种猪肝血红色，猪肝血红色。这批来的里面黑的比较多，也没有来多少只吧，黑的比较多，看到吗？哇，这边眼睛还有白白的，你看到吗？哦，打吧，ini kasih big。冰露露哦，没有办法哦，这个鱼来本贵哦。
来酒吧开车258带走。蓝兽等一下，你还要啊？还要蓝兽啊？几点？十点半不了，十点半还走。你还要蓝兽啊？这种鱼外面市面上800-1000的了。没人压，没有人压。哎，邦哥，我留一次给你啊，你看啊，邦哥，因为邦哥后台下单的哦。啊，你们不要误会啊，邦哥是后台下单的啊。眼睛大小一点点，这里会比较大一点点，这里比较小一点点。土木精多数都会这样子的。你去哪里买都，就算你养大只哦，也是会一粒小一点点，一粒大一点点的，哦，都会有的。来，国际米酒吧倒数3秒。土木精哦，90%都会眼睛大小一点，你去注意看，每一只都一样的，都会大小一点点的，每一只都一样的。来，这只应该 cookie 秒的了。来，目前 cookie 198啊 ，cookie 198。这只很美。你们不要问我选一只给他碰哦，我是要拿来这缸放哦，但是这个颜色你们不会看的啦，哦，来恭喜，花色没有嘞，土木精这一批来没有花色，黑色比较多，那蹦哥这只我选给你的，这只美到没有朋友，我跟你讲，这只会看鱼的人才懂啊。这只的身体里面是老虎颜色来的，邦哥，这只我放在鱼缸里面哦。这只会看鱼的人就懂了，这只美到没有朋友了。你看它这边还有一条老虎纹，这种鱼呢会黑到没有朋友，真的会黑到没有朋友了，黑到比那个黑色的印度人还要黑。这只是你的，邦哥。88块的不会打的，一样会的。土木精哦，中国繁殖到现在哦，几百年了哦，土木精哦，它跟我们人一样的，好像我们的蓝趴也是会有一粒大一粒小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蓝趴也是会有一粒大一粒小，一只罢了，邦哥，我没有办法选多一只给你，因为我找到完这一只，我觉得个人眼光看这只是最美的，一只罢了，这只很勾力啊，这只，如果会养鱼的人就懂了，这只。无蓝趴啦，有蓝趴啦，无蓝趴，安怎无蓝趴？这个缸比较小。哎呦，这只旗子有断到标了，这只留给我自己养了。来了，我们看另外一只了。来，赛级的溜金，先讲啊，这只的手这边来的时候有裂啊，有裂一点点啊，你们自己等它粘回啊，来，
这只体型 perfect perfect perfect， 这只体型 perfect perfect。 What is the perfect? It's the very good。 恭喜恭喜，大哥恭喜恭喜，来198238大总，这只鱼你外面买超过一千，这只鱼市场价超过一千，超过一千，市场价超过一千。来哥变198，倒数3秒，市场价超过一千，自己看啊。你们叫海浪哥，海浪哥骑得玩，在这里外面市场价超过一千，真的，来恭喜海浪哥。海浪哥，海浪哥还没有睡觉，海浪哥，海浪哥还不要睡觉、啊。阿浪哥，阿香粉香粉香粉很高兴哦，香粉好丢哦，哎呦，哎，真的真的啊，海浪哥这只哦，如果你真的有机会拿去参加比赛哦，这只拿去参加比赛，真的这只很美哦，你养美美了，你拿去参加比赛，真的这只体型真的 perfect 啊 ，perfect 哦，他拿去参加比赛，他单单他的体型哦。啊，刚才你们讲泰国来，来，给你一只，来，给你一只 get get 的，叮叮的，真是恰恰恰的，真是恰恰的。本来我不打算要卖啊，这只我打算拿去放我前面的缸，黑白蓝色啊，等下帮你找看。零开车138带走 ，boss 唱海浪不要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唱歌啦，笑死人呢，对不对？来零元起标138带走，这几杆真是卡卡的，恭喜来的啊，恭喜来的，来 S Wong S 大哥138。看到吗？整只站站的不会，他的妻子跑来前面的，你看到吗？我本来不要卖了的，我本来要拿来放在我的那个玻璃缸了的，放在我的前面的缸了的。真的美啊，这只真的美，真的美这只，站着了，整只。你看我放在这一缸养的鱼哦，全部养到站站的，你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我放在这里。OK OK， Good night， 海浪大哥 ，Good night。你看，我放在这里刚养的鱼，全部养到脏脏的。哎，这个哥吉拉来的啊，这个哥吉拉来的啊，不是开玩笑啊，这个你们养起来是哥吉拉来的啊，不是普通的鱼来的啊。哥吉拉，哥吉拉，公鱼来的。来零元机票138带走，全部沾沾的，美美的，完美的鱼，完美的鱼，完美的鱼才卖130多块不了，啊，外面最少炸到280，哦，来 max 20块 ，max 你也不是很减什么一下哦。强哥10块 ，OK OK， 蓝寿等下，这只过后蓝寿，来王吉星那个，吉星那个50块 ，Max， 你跟强哥太熟了
运费都不够啊，你跟强哥的十块二十块运费都不够啊，跟你讲，一只鱼运费都20多块。红白泰国，谢谢红白，等一下帮你找一下红白。哎，或者要别的颜色吗？别的颜色我有很多，红白比较少哦，开个彩头哦。来88 SK 出88，你拿回去公看，国际大来的，你跟文文啊你。OK， 我找比较美的给你啊，我有很美的鱼，等一下啊，我给你看。然后我们就标蓝色，我去拿两只给你。来98，够力了，这只鱼亏到要哭了。哦，你喜欢头大的，其实等你养久了过后，你就知道这种鱼才是真正的美。来，恭喜文生优浪大哥，你养久了你就知道这种鱼美，这种鱼你养到七八寸的时候，呼，别大汗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这种鱼养到七八寸，你们两个啊、哦、你们两个的价位啊、哦、连我的运费都不够啊，运费都要贴给你们了，还没有掺你们的运费啊、哦、只有我泰国来的运费都要贴给你们。这种鱼不知道你会不会欣赏哦。这种鱼可以养到很大条的嘞，这种是大尾巴的金鱼来的，这种鱼可以养到很大条的嘞。我不懂你们会不会欣赏啊？不用紧啊，我照做给你了。这批鱼哎，这件鱼场的老板跟我4年多了，哦，跟我很好了4年多，哦。这批鱼他给我免油。所以我可以做到很美的价钱给你们。108带走，他给我很美的价钱，我可以做到108给你们。真的是这批鱼安内换了，没有骗你啊，这批鱼安内换，这个价钱是最 net 了，最 net 的价钱了。不要紧，如果你看了不喜欢，我们让给别人，没有。不用紧的哦，看有人要的话就打上108。这种鱼可以养到很大只啊，先跟你们讲啊，不用运费上门呐，费过他们10块20块哦。这种鱼可以养到很大只哦，啊，你们到时候如果2尺缸、3尺缸的朋友，你们一定会换4、5尺的，因为这种鱼很快大，这种鱼很快大。我也是只有一批罢了，这种鱼来多一只比较特别的，应该有6寸多了了。自己看啊，这只有哪进的？整只是蓝色的，头大的有，等一下我抓给你。整只是蓝色的。来一样108带走，要蓝色 OK 真的是蓝色的啊，
连他的头颅也是蓝色的。这个鱼太瘦了，这两天我要拌它了，我要拌它起来了。这两天我要拌它起来了，太瘦了。有没有人要？没有人要，不用紧啊！你们看见我去抓鱼啊！你们看见不用紧，我去抓鱼。这只最少有六寸。那你看后面那只石头，不溜大大力的。108来，汪！那你养肥就美了，没有养肥不好看，养肥就很美哦。谢谢你大哥，谢谢你支持。没有办法，这个价钱已经是 net 了哦，108。一只这样大只的鱼从泰国来，运费都要20多、30多。可以卖到108，这只鱼真的是值得啦，值得你们拥有啊，值得啦。108这个价位应该没有人可以卖到了。哇，11点了，可以哦，难怪了，我已经卖到我声音没有了。哦 ，BM 什么号码？第一次买 ，OK， 可以，大哥，大哥，我等下我写号码给你啊，你记这个号码，01840499945。大哥，这个电话号码，你加他的 WhatsApp， 备注你的 UD 的名字就可以了。大哥，加这个电话号码的 WhatsApp， 备注你的 UD 的名字就可以了。好，助理就会帮你接单了，明白吗？助理就会帮你接单了 ，OK 啊。来98138带走。难说，阿顺抢到不能打。刘金还要刘金啊？哦，海浪哥睡觉了哦。海浪哥睡觉了。你们要揪啊，你们厉害哦。你们等海浪哥睡觉，你们要揪我了哦！等一下，几只蓝臭膏就要去抓到几只流金龙门关。你们已经标了40多标了，你们已经标了40多标了。这个全部攀式的，全部攀式的，你看到吗？它的形状跟它的尾巴全部。很值得啦，这笔鱼真的很值得。98138带走。全部很美的鱼来的，你养起来包你满意啊。这些鱼你如果可以养到6寸左右哦，它就非常显示它的美观，非常够力了。真的很美的，你看它体型、尾巴、它的形状，全部都很美哦。
最少有80-90% 美的，那些不美我都有，我也不卖你。那些不美的我等下我后面我就拿来丢了哦，那些不美的我拿来丢了，丢到完。来，恭喜这位大哥，第一次标爆了是吗？啊，最近有标过了 ，OK。如果第一次标，你们就要联系后台的电话号码哦。金鱼有血丝啊，其实血丝这种都是水质造成，金鱼会有血丝，白色的鱼会比较明显。只要你勤力换水哦，几天过后它的血丝就没有到完了，血丝就没有到完，没有丢了，我就拿来丢价钱卖。请问大哥，我拿来丢价钱卖哦。可能这只鱼本钱来110多块，我会拿来卖一个60-70-80块吧了，因为我们卖鱼拉长补短嘛，卖鱼拉长补短，有赚有亏，所以你们买了会才会有这样的价钱，有这样低的价钱出现哦。啊，我们也不要卖高高，不要，全部都是鱼，你们，我曾经也是一个玩家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曾经也是一个买鱼养鱼的爱好者。很疯狂的爱好者，哦，我以前买的鱼不能跟你们现在比较了，我以前买的鱼最便宜一只都要200多块，那种很普通的鱼一只都要200多块。现在你们买的鱼跟我们以前比真的是相差很远，来恭喜孙大哥，以前这样的狮头一只我们买400多块，你以为开玩笑啊？这样的鎏金，这样美的颜色，一只我们要买300多-400多块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以前的鱼真的贵到像磷一样啊！不是，顺便你排第二，顺便那个给你看，你排第二，顺便那个你排第二，第三是 CK， 好，第四是亚。泰国的鱼你还要啊？泰国的蓝寿是吗？你要泰国的蓝寿是吗 ？OK， 泰国的蓝寿，我要抓一只精品的蓝寿出来先哦。我要抓一只精品的蓝寿出来先，来等一下啊。哦，你的电话一定第一的，因为你家里的网线是你家里的网线是你打上来，你家里的网线看到是第一，在我们这边全部人看到的，你的网线你是第一，排第二的哦。当我们收到你的信息的时候，你的网线是排第二的。来啦，这只也一样啦，这只是另外一批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爽爽啦。来，98139带走，这只是另外一批了的，不用紧，爽爽卖你们一样。来，139带走啊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来，恭喜这位大哥全部138，138不成立，138不成立，138不成立，来139，恭喜你大哥，恭喜你。没有了，这个鱼刚才我卖了，我刚才是卖168188的，没有卖168188的，对。没有了，又限慢哦，兄弟139还不是我，来给你看一下，兄弟 CK 兄弟给你看一下，139，看到吗 ？CK 你138，不是你，看到吗？这位大哥139。你的139已经排到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你排第四哦。阿翁第二，雷人带第三 ，CK 你排第四。当我们全部人收到你的信息，应该全部跟我这里电话一样。应该我相信全部人的信息跟我这里电话一样。这只应该是公鱼，大哥，公鱼，180斤公鱼。但是也不能抓180斤，因为它的手锥性很多，180斤公鱼了。OK， 再接再厉，不好意思啊。
来，我们抓泰国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对我累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了没有？全部人好了啊！来啊，这。这一批泰国蓝松全部都是 quality 啊， quality A 的啊， quality A 的啊，来，等下我电话看我会link吗？啊， OK， 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 了， 了啊，来，一样了，全部便宜卖了，一样了，98138带走了，全部一样了，这个本来要卖168的，来。一样了，98138来走，全部过来地拦出来的，过来地拦出来的，来138，这个全部过来地的啊，过来地拦出来的，没有过来地的应该不用到100块了，这个我卖15868的，来我这边挑鱼一只180块。有人跳了很多次去了，全部卖180块。今天你们省了50块。看到吗？全部过来低的了。哇，这只有龙角的，这只。看啊，这只有龙角的，我跳了4只哦。来，98138，本来我直播也是卖15868的，我最便宜卖15868，现在我们标到指标我们关掉了，因为我的网线不是那么美哦，我的网线不是那么美。这种国内地的鱼，你外面买一只都要整200多块、300多块哦。那种没有quality的，在我这边卖不到100块了，啊，没有quality的我这边卖哦，不用100块了。我本来要养它更肥才卖你们的。中国蓝松还要啊？哦，你来选哦。你来选哦，懂吗？刘静还要我拿喂，哎，现在的网线不是很美嘞，我怕人家又在断线嘞，难搞。又要火蓝松啊？来98138带走，火蓝松还要啊？我拿哦。
等一下我抓两只柳金啊，我抓两只柳金。Let me game， 这样子我今晚不用放工了喽。这样子我今晚不用放工了喽。哎，这次没有人要，江美。来98138带走。Max， 我要介绍你，来98高息，倒数三秒。来138连人带。以为这只江美没有人要哦，哇老诶，这只新兴安尼水，头流安尼水，色水安尼水，无人爱哦，多啦。328280哦，打不累哦兄，兄，我啱啱美女哈利出国滴咯，大姐哦，啱啱美女哈利哦，难得我们猫白阿歪阿歪滴咯，打不累大汗哦猫。柳丁要换大个的缸了咯，柳丁要换大个的缸，因为柳丁太大只了。柳丁要换大个的缸了，柳丁太大只了，全部都是晒级的了，全部的柳丁都是晒级的了。陪你到天亮，不要，我没有办法陪你哦，哈哈哈哈哈，我没有办法陪你，哎，我刚好今天下午才够睡罢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来鱼来到我怕，我没有骗你啊，这两天来鱼来到我怕，我现在家里的鱼满满了，来到我怕。这两天抓到我头都大。刚好今天下午睡到晚上啊，爽。我老婆都不敢叫我，老婆这几天看我睡觉哦，连叫我都不敢叫我，没有骗你啊，她自己去买东西吃啊。公鱼公鱼，喵喵喵，公鱼。来给菜二三八，这个鱼很便宜啊，你问给菜大哥，我们以前买的流金都没有这样美哦，一直都要省200多300多哦。我们以前买的流金哦，我们跟批发商买，我跟杰菜大哥哦，每次去跟批发商买的哦，跟批发商买没有降美的流金，我们一直都要买200多300多啊，啊，没有骗你的，那时候买鱼，一次去几千整万几千整万的哦，难呢，那个钱好像不是钱的哦，那时候太喜欢鱼了哦，那个钱好像不是钱的。我从4-5年前就认识给菜大哥了，那时候一起买鱼的，哎，我还有去过给菜大哥家。那时候养鱼养的还笑了啦，笑了兄吼，欺负乞丐遭祸了一起。这只没有这样定哎，刚才我抓它的时候我知道它没有这样定，但是它没有。它没有，这只明天来标，我放在这个缸里面的，我去抓到一只给你们。这只没有，这只。泰国蓝寿还要。加的加，妈妈来了。
来。以前买牛筋小小粒哦，都要准200块啊，小小粒吧，我的妈！哎呦，大大粒的牛筋年糯200-300，300多都没有酱高锅的地哦。你看这个瓦蓝呢，看到都没大汗了。如果以前我们有这样的鱼哦，一只800-1000，我们也买的，真的买的。以前要看到这样的牛筋啊，我跟你讲，应该基本没有这个市场。来198238八带走，直接卖我什么鱼直接卖你，哦，不能拿那个不稳定，我们不要卖那个，但是他下去这个鱼缸就比较稳定了。明天啊，明天哦，你跟后台处理一下，明天，大哥你跟后台处理啊，东风大哥你跟后台处理一下，明天如果稳定的话，我叫后台助理卖你哦 ，OK 啊。来，恭喜 Jack Lau， Jacky Lau， 这只鱼300-500你也买，我跟你讲，这样美的牛筋，300-500你都要买，我跟你讲，是不是？来，我看他们要蓝瘦，我去抓到一只蓝瘦了，有中国老虎色的蓝瘦吗？老虎色的好像没有嘞。我太多了，那些难受。要吗？这只金色的，金黑色，这只200多块哦，你要叫我怎样卖？这只200多块，真的200多块，你要叫我怎样卖？凯琳大哥，凯琳大哥，你要买你来我现场买哦，凯琳大哥，凯琳大哥，你 cancel 我的单很多次了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看后台你最少 cancel 我10次的单了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后台联络你，你又不要回复哦，你要买我生意我照做，你来我现场买好不好？好，在标场，你除非你先进一个礼包去给我，进一个1000块给我，你的鱼买到1000块，我直接邮寄给你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凯琳。sorry 阿明的麻烦，因为你让我们后台很难做工哦，哦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哦，很难搞，不好意思啊，凯琳 ，sorry 啊，你也不要不开心啊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很难做工哦，一两三次不用紧啦，我们也知道可能你不得空，不用紧哦，但是你要买鱼，你要来现场买，或者你先进个礼包去1000块给我们，你买到1000块，我们直接邮寄给你哦。啊，一如果当天出的话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帮你 cancel，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帮你邮寄了。过后如果有剩钱的话，我们便宜还给你，好不好 ？Thank you 啊，特里马卡塞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凯琳，明达麻烦，好的啊。因为你在我这边有几个账号在标鱼哦，所以每个账号在标鱼都没有回复哦，真的 sorry 啊。这只谁要的？打上188直接带走。这只我来本200出。来本200注，188带走。真的不好意思，生意我要做，哦，我也很高兴做到你的生意，但是我们 steady 一点哦，大家 steady 一点，好不好？哦。
我也不是讲你不好，可能你没有空汇款给我，我明白。哦，但是你等你有空的时候，你汇款一千或者千五块在我这边，你标到多少钱，我们帮你邮寄了过一个星期，帮你邮寄了过后剩的余的钱，我们汇款还你。哦，这样子大家都很好做，不好意思啊，sorry啊，免得麻烦。没有办法，这只鱼就是贵哦。你们等我养肥肥先哦，养肥就美哦。没有办法，这只鱼来本贵，真的贵。这只鱼来本200出块哦，我卖你188，我亏30多块哦。30多块，我是拿别的鱼来补罢了哦。你们看先啊，我去抓别的鱼。来，我给你们看比较便宜的鎏金，但是你们也是喜欢的了。我来本比较便宜，他都在别的台说你的鱼不能，还要问我的指南说。不用紧，这种是你客户的一个角度上的问题，不用紧，这个我不在乎，对不对？我不在乎你怎样去外面讲我哦，因为你是客户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客户，你要这样讲我，这个是你的个人观点吗？但是你在我这边买鱼，你要汇款吗？对不对？你不要汇款，你就要汇款礼包息，汇款礼包息你就来这边标，你汇款礼包息给我啊，我给你标 steady 哦，一人让一步，对不对？生意我们照做，公平的，对不对？生意我们照做，公平的这种东西，公平的。但是你标了鱼，每一次标了鱼，你都不理不睬，后台找你几天，我们帮你保留了2-3天，找你2-3天，跟你讲话你不要回应，这样子就搞到我们后台也不懂讲好，我们 cancel 你的鱼，我们也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不要 cancel 你的鱼，你又不要回应我们，我们也不懂要怎样做啊，所以。大家为了方便大家，你先汇款一个1000-1500块在我这边，哦，每个星期你标的鱼我帮你邮寄，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哦。可能你有难处，对不对？可能你没有时间去汇款，不用紧，等你有时间你才汇款给我们，好不好？汇款过后才来标鱼，谢谢你啊 ，Thank you 啊 ，Terima kasih。来。啊，这个就便宜，要的打上158带走。这个也是精品的鎏金啊，但是这个他来了给我们做一个优惠，你看啊，红眼睛，很大只啊，不是小小只啊。不用紧啦，没有问题的啦，对不对？可能真的我们的凯琳大哥不得空啊，这个也是大只的，来158带走，公鱼来的啊，鱼长给我们便宜，我们给你便宜，就是这样子哦。你看 Angelfish 两只平平的，看到吗？啊，美美的，整只也是圆圆美美的，也是有罗汉头溜的。来有吧 ，Let's run。哎，不是卖便宜就是不好的鱼啊！这个我卖你200多也刚刚好啊，跟你讲，这个鱼真的是 very good 哦。
You are very beautiful, killing me. I'm my, I'm my. 麦吃饱了没有麦？没有啦，可能它有难处啦，但是不用紧了哦。钓鱼这个东西就是，你 steady， 大家对你都是 steady 啊，对不对？你 steady， 大家对你都是 steady 啊。做东西在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子哦。我们要人，你尊重，你要人家尊重你，你要尊重别人先，对不对？一巴巴的难受啊！等一下我看啊，我看还有多标的那一只，这只因为比较瘦，来的时候比较瘦，没有办法。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喂食哦，我最少都要两天过后我才会开始喂食，我都要两天过后才会开始喂食。志伟哥，这个鱼来本是200处的，哦，我卖188罢了，因为比较瘦，我没有时间去帮你们养到肥肥圆圆哦，因为我目前我还要搬地方哦。目前还在装修这地方哦。浪哥英文一流啊，我英文是 very good 哦。要不要？要我就留给你。真的，在这里来本200处，来了，我给你选了。这边全部来本200处的了，我给你选了。你要哪一只你选。好，我给你选，给你选先。这三只都是来本200处的，志伟哥，你要哪一只？我给你选先。刚才这只是第一只嘛，这个第二，后面那只黑的第三，这三只都是来本200处的，我只卖188罢了，因为太瘦了。哦，他来的时候太瘦了。第一啊 ，OK。第二、第三，来，我们先拍第一只先。来本200处的，我只是当讲半卖半送啦，这边输钱那边关回咯，我们就是这样子哦，我做卖鱼的就是这样子，这边输钱那边关回咯，那边赢钱的地方关回咯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要黑的啊，三的 OK。卖鱼不一定全部要赚钱的。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这个是活体的东西，以我的眼光来看的哦，来200多，我觉得这种鱼我不可以卖到200多，所以我就来啊，大哥，这只给你黑色的。但是当你养了一两个月，它的体型起来了，你知道你这个188就花了，值不值得？哦哦，你养到它的体型起来了，你就知道它这个188你花了值不值得。OK 啊，还有一只水妖，来本210多块，我也不怕你，你知道我这只鱼来本多少钱？210多块。来，还有水妖一样188。厉害神。啊，如果你们会养鱼的话，这种鱼你们买回去，你们去养一两个月，你们看它跟你们之前买的你就懂，哦，它不是不好的鱼，它是好的鱼，只是它来到我这边太瘦，没有办法卖，我没有办法卖到这样高，哦，我就拉长补短，别的鱼赚钱，这个鱼就亏给你们，浪哥操。靠炒股票吃，卖鱼兴趣而已，没有啦。卖你吃饱了没有？卖你吃饱了没有？没有吃饱你来。
好像标错了。哦，那只黑的不要，我们就 cancel 掉，不用紧啊。哦，你要后台那后面那一只，这样子不用紧。后台这只对不对？你要这只我就一样了，这只给你了。因为他的号码只要拿来一下。OK， 这只给你了 ，OK 啊。不是啦，这个不是老外的，这个是 KAY。啊，老外 K 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大缸黑蓝兽。还敢讲，东洋蜜都不要来，东洋蜜都不要来。哎，那个时间去东洋蜜要一个小时多，买那款呐、啊，黑白蓝兽后面的，这没有人要啊，没有人要啊，东洋蜜哦，黑白蓝兽有没有？我后面有黑白蓝兽没？你们不要骗我好不好？我后面哪里有黑白蓝兽？哦，这只啊，这只我刚才我抓来就是不大定水嘛，我还没有标嘛。刚刚抓来的时候不大定水，我没有标，我就丢去后面了咯。这个一只不了，这个可爱了，这个。妹都丢进来啊，给在。来98 138带走，其实这次我早做来了的，刚刚做来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定水，你看现在一下子就定水了。来，恭喜这位大哥，还是你标到，大哥是你，他们慢了，他们在你下面。三色蓝兽没了吗？没有就下了，去睡觉了啦，大哥，我也是要关了咯。大哥先拿 ，OK 啊。打拉了啦 ，Good game， 来给 Limit game。来，流金最后两只我们关了，给蔡兄满意吗？这只我靠，顶着没拆。来，最后两只流金，没有 fit 啊，他的手有裂啊，自己等他粘灰啊。黑白蓝兽没有了，黑白蓝兽很少很少有的，这个只是来的时候掺，他们渔场掺给我们的。这么我的鱼会这样便宜，就是有时候他们来渔场掺给我们，他的手有裂啊，自己看啊，手有裂啊，自己等他粘回来，这个是运出来的时候伤到的啊。来，198 238带走。
来油饭，这个是万里挑一啊，这个是万里挑一啊，中国的中国的，这个颜色真的是万里挑一啊，真的。来，还有多一只给给的，我们关掉了。哎，我的鱼池满了了，我们关掉，好不好？五十只了，我还一直讲。你们尽管买了五十多多标了。等下我抽一标 lucky dog 给你们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这两只都是 get 的了，没有得找的了。公鱼啊，一样公鱼。这两只流金都是 get 的，都是 get 的。大哥，明天聊好不好？大哥，大哥，我今天直播都没有力量，我拿一只来送你们，来198开走，238开走，等下我拿一只来送你们。还要泰国啊，大哥，大哥，明天我安排比较多泰国给你，明天我先开播，我安排五条泰国来送给你先。哇，兄，你还没有睡觉啊，兄？来238，兄，睡睡啦，兄，这壶无汤咸了啦，这壶。这个颜色没有得咸了啦，这个体型没有得咸了啦。兄乱的暗个背后啊，兄，你看查某的哦，有啊，有看查某哦。来，我拿一只送了，随便拿，送你们一只了，来了，来，这只送啊，你看送也是送美美的，给给的啊，送啊，你看啊，赛级的体型，赛级的旗子送你们，等下我看哪个号码比较美哦。来，打上号码，后面两个号码，谁打到谁送他、啊。来，打上后面两个号码。这个号码应该很容易猜中哦。几号啊 ？OK， 来，应该很容易猜中。来，恭喜 Law AYK。87号，恭喜 Low YK， Low YK 刚刚讲话罢了，就抽到你了。来，我们检查回啊，恭喜 Low YK。看啊，我们看回上面啊，恭喜 Low YK 来。看啊 ，Low YK 的87啊 ，Low YK 的87啊，来看回上面。98啊，没有了啊，自己看啊 ，Low YK 啊，OK 啊 ，Low YK 啊，87，来恭喜 Low YK， 恭喜你 Low YK 大哥。你去外面买了300多块的流金，在我这边一毛钱也不用。市场价300多块的流金，在我这边一毛钱也不用，送你，运费自己付啊。好了啊，各位大哥晚安啊，到这边就结束了啊，大哥晚安，谢谢你们，德里玛卡西亚利卡多西里玛德 ，Good night，Good night，Thank you， 谢谢各位大哥的支持，还有谢谢各位大哥的。来支持我的朋友，还有来看我直播的朋友，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爱戴，德里玛卡西，拜拜拜拜 ，Good night，Good night，Thank you。